豫东小老弟带着何邦海野，王雪回山东看望何邦老丈人，刷新了两个正能量的观点。第一个观点众所周知，何邦和王雪的认识彻底改变了何邦后半生，也正因为是何邦的实在，让王雪愿意跟着何邦。何邦能有今天，当然离不开豫东小老弟哥俩的帮助。自从何邦有了老婆王雪之后，一系列的开销生活用品几乎都是豫东小老弟哥俩出钱，正是有了这样的帮助，作为一个山东女人才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何邦。第二，这次何邦回山东，很多网友不看好，说何邦女朋友回去可能不会再跟着何邦回来了。恰恰相反，到山东之后，王雪家人不但没有一点点的为难何邦，反而把一起去的豫东小老弟几个人招待的感动流泪，因为山东人的热情让豫东小老弟连连称赞。而且王雪的父亲拿出山东上好的海鲜鱼让小老弟拿回家，这也是彼此都好换来的结果。有网友称赞山东河南一家亲，因为豫东小老弟对王雪和邦的帮助，王雪家人都能看在眼里，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说有些网友喷那些话都是在利用流量，这都是废话，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？